谢谢。爱好，一二七，再来一个，最后一个，谢谢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大家早上好，我是阮中良，非常有幸的有机会站在千人的区域性表扬大会里的舞台上，与大家分享我的个人成就以及喜悦，掌声感谢爱康公司。我在1992年就读马来西亚工艺大学土木工程学士课程，在大学期间开始接触非常多的传销公司，为了不让朋友们失望，我也在大学期间应酬了朋友，加入了9间直销公司。我在1996年为了应酬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太太，而加入了爱康。加入过后还非常有耐心的鼓励了我的女朋友放弃爱康，因为我认为传销是一门家庭主妇兼职的行业，专业人士不需要做，除非是走投无路。除此之外，当时我也觉得传销非常的不稳定，很多传销公司都是赚快钱的，是不长久的。1998年的一场新商区域性表扬，改变了我的看法。原本只是为了要捧女朋友的场，因为她吃产品，累积了2年成为经理，但是被爱康事业的愿景给吸引了，那就是立足新马文，放眼天下。除此之外，爱康容易复制的系统教育以及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文化，让我们决定共同创造人生精彩，那就是拼爱康。我们在1个月上经理，3个月上 RSM， 9个月上 ESM， 以及16个月上 DCM 之后，我们开始全职在爱康。我们在1999年10月开始全职爱康，但是2个月过后，我突然在家里呕吐的非常的厉害，过后不省人事，在医院里医生诊断我患上了急性肾萎缩，2颗肾都坏了，必须马上洗肾。各位朋友，从排斥传销到开始认同之后全情的投入，我们俩一起追逐梦想，一起打拼，随着一场肾病狠狠地把我们充满希望的铜井给打了下来。当时我的脑海里面只有一句话，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患上肾病只有27岁就必须洗肾一辈子。我觉得自己的太太很可怜，因为我连累了她，因为她必须和一个要洗肾一辈子的丈夫生活下去。我要借助大家的掌声来感谢我的太太肖佩芬小姐，因为当时他告诉我，不管未来的挑战多大，我们愿意一起去面对。谢谢你，佩芬。积极的思想让我不再自暴自弃，爱与承诺让我更加的坚定要把爱康做好。我们一起出发，在人生的低潮中寻求更大的突破。甚至在这期间，我失去了视觉，眼睛看不见了，佩芬就载着我一起去分享。我们只要求每一天进步一点点，一定可以做到今天比昨天好。强烈的成功欲望也让我们在洗肾期间不只想要把爱康做好，而且一定要把爱康做大。当时很多领袖都上了 CCM 以及 MCCM， 我们也从不埋怨，因为我们相信生命不是超越别人，而是超越以前的自己。总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成功于爱康。我们在洗肾期间合格了汽车基金以及房屋基金，很多患肾病的朋友在洗肾期间因为要应付庞大的医药费而必须卖车卖物，但是因为爱康这个机会，也让我们在洗肾期间买了人生第一辆 Mercedes-Benz C200 以及一间价值250间的双层牌楼，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一年后，我的母亲把肾脏捐给了我，让我重获新的生命。在此我要借助大家的掌声，感谢让我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母亲陈丽珍女士，谢谢她。
在医生的劝告下，患了肾的我必须隔离至少一年。在这里，我们都与上线紧密的配合。我要借助大家的掌声来感谢 SAB 学生与会军，因为在他们的领导下，我们的组织快速的成长。两年内虽然无法全身心全意投入，直到换肾一年后，整组的业绩从 TGS40000倍增10倍，来到400000的业绩。在此，我要感谢爱康的系统教育，因为组织快速的倍增，需要完美的系统教育来配合。通过分子矫正医学，让我疲弱的身体重生，而太太也在当时生下了我们第一个女儿。大量子行动、美会必到以及坚持到底，我们在2004年晋升 CCM。我们也买了爱康第二辆 Mercedes-Benz 1240，同时也买了一间上层楼的店铺，价值500000马币。当时我们也拥有不错的收入，有车、有物、有电路，佩芬也在当时生下了我们第二个女儿，一切都非常的惬意顺利，开始满足现状，放弃梦想，跌入舒服陷阱。运作组织的方式完全的改变，从以身带动到以身带动，从领导组员变成被组员领导，从推广资料变成推广资料，从目标明确变成得过且过。当时的生活真的是没有目标，没有更大的梦想，想找上线检讨，更加失败的是不懂要检讨什么，开始回避上线。终于在2007年的7月份，我们鼓起了勇气，找了曾经非常的熟悉，不过对他们又感到内疚的上线。那一句话，生命已经给了你第二次的机会，为什么你不给自己多一次的机会来证明给自己看，一定要不枉此生。非常感谢 SAB MCCM 学生会军，你们的指点让我们再次的突破，谢谢你们。我们相信身体的缺陷并不代表思想上的缺陷，虽然我只有一颗肾脏，不过我相信只要我要，我就一定能。我们在2007年12月份突破32000马币的收入，2008年44000的收入，以及在2009年58000的收入，感谢爱康。同时，我们也在2008年买了一辆价值300000 BMW 5 Series， 以及一栋价值600000的半独立洋房。再次借助大家的掌声来感谢爱康。在此，我们相信观念的改变、行动的改变，平凡的命运就能改变。因为响应以及配合公司5500万的口号，我们的组织也在 S9 2009年创下125万的业绩。谢谢公司。在这里，我要向大家高喊：我们将会是爱康的 MCCM。通过爱康的系统教育之下，我们的组织里也出现了很多年轻又成功的领袖，他们是 CCM 林喜天、蔡玲玲 ，CCM 郑志伟、Linda CCM 蔡崇文、朱英军 ，CCM 蔡崇武 ，MCCM 钟志安、陈丽英 ，CCM 蔡志军、Michelle，CCM Canby Lin，CCM 李胜豪、林小婷 ，CCM 李胜文、陈美婷。CCM 陈文豪、林秀飞 ，CCM 杜佩妮 ，CCM 李小梅 ，CCM 钟志奇、谢满满 ，CCM 施国生，掌声鼓励一下。各位，10年的耕耘，我们创造了百万 SB 的组织阵容，总共栽培了1位百万皇冠，13位 CCM。25位 DCM， 30位 ESM， 以及超过40位的 RSM， 掌声鼓励一下。除此之外，通过爱康的旅游基金，我们总共获得超过20次的海外旅游。感谢爱康，让我们过着有钱又有闲的精彩人生。组织的茁壮成长，永远与伟大的梦想以及明确的目标有关。在我们生命里有一些贵人，他们在一路上不断地鼓励我们、扶持着我们、指引着我们以及领导着我们，他们就是让我们生命无缺的重要人物。我们的上线 SAB MCCM 李学生吴慧君
SAB MCCM Karen Liang 以及 SAB MCCM Francis Chia， 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指导。在这里，我要向所有的上线承诺，我们重量与配分一定要成为 MCCM Million Teachers Rally 以及 Winners Night 2011年的 Speaker。希望你们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谢谢大家。各位朋友，有些人问我，爱康可以做吗？还可以做大吗？各位，请相信，一定可以，因为想法的大小决定我们成就的大小。我们可以选择一生的平凡、平淡无奇，也可以选择一生的绚丽、精彩无比。朋友们，大海如果没有波浪，无以见其雄劲；人生如果没有波涛，也只能见其平庸而已。让我们一起在2010年里共同创造精彩人生，尽在爱康。我们一起高峰见 ，Oh yes！ 最后我要邀请我的人生支柱，也就是我的太太萧佩芬上台，与我一起分享这次喜悦，谢谢她。谢谢我们 CCM 王宗良这么热烈的分享，来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